林胜文的手术在今天凌晨一点半已经结束了。那么在台大医院加护病房治疗当中，国民党籍立委郭素春说了，林胜文的太太蔡依珊了，听到消息之后是哭红了眼，而且到了台大医院，医生每讲一次病情，蔡依珊就哭一次，让人觉得很心疼。医生哭红了脸啊，整个晚上那个眼睛是红肿的，而且医生每出来一次谈到他现在进行的情况呢，他就哭一次，所以真的看得很心疼啊。这样的承受啊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坚强。他一再谢谢说，像我们这些委员啦，有很多朋友在陪伴啊，他也一直用感恩的心谢谢大家。